走吧，月圆之月啊。话说有人叫我试试看打那个小红帽日记，我们试试看好了。那不是都一样吗？好，试试看好了。那打个。打个小女巫好了。哦，关在屋子里可以不能不能，但三不能就看到小木匠一起逃避外婆，穿过森林，一个古堡出现在我眼前。你翻那么快，我什么都没看到啦！什么东西？发生什么事情？选择怪物能力，获得额外属性。哦，要击败后才可以解锁哎。OK， 可以补。选择两张卡牌后进入游戏。这一个。呀，我该拿的什么？呀，我没有打过这一个哎，等一下。法力提取吧。哦，古堡大门。我奉弥达斯陛下之命，在他在墙边发牢而立，像个忠贞的卫兵。啊！妄图劫狱！妄图劫狱！我这一关。冰霜波动。弥达斯陛下，选择其中一种奖励。我们可以玩毒哎、欸，其实我蛮想要玩玩看毒的，走吧。椅子已经打扫干净了，客人请坐。古堡商杰，从未见过如此热情好客的三兄弟。我们会好好招待你的。我会好好招待你的，嘿嘿嘿嘿。这三角，哦，造成两点的属性伤害，好。冰霜。这一个这一张，然后毒屋普通攻击。被看穿了呀！被打穿了！呀，被看穿了呀！被打穿了。这里我觉得我们可以拿巫术转移，或者是智慧也不错。我们拿智慧好了。这么，灯中精灵，你找到了这个被关在提灯里的小精灵，或许你可以把它解救出来，接受奖励。使用两张法力牌获得一张随机咒术牌，当对方获得寒冷时，携带咒术牌消耗有四点，造成一点的火力伤害。每使用咒术牌获得造成两点伤害，获得一点法力。我就不拿女巫扫帚好了。你打破了提灯箱，将小精灵解放出来作为回报。他把提灯幻化成一件强大武器，并赠送给你。尝尝味道，厨师学徒。为什么会有铁锈味？他在炉台前做出炒菜动作，怎么锅子里却空空如也？咦，两只鲜嫩的小羊羔，快到我锅里来！这一张，这一张，火球，好，再见。可惜了一道好菜。OK， 这边我们拿什么？这里我觉得我们可以拿这一个，哎。其实寒冰咒语说也不错，我们拿寒冰咒语说，我们看好了。我第一次看到，不是让自己这不诅咒干锅吗？他全身都散发出一股刺鼻的药味。OK， 我从不回避挑战。他是不是放弃看聊天室了？没有，没有放弃看聊天室。我看看，要多打几轮好，然后什么打就对了。没有商店哦，是打完怪兽拿卡，完全都蛮难的。好，那就不要全图呗，还能怎样？你们说对不对 ？OK， 这一张，这一张，怨灵，三，然后法力提取，是为了重整旗鼓而存在的。这边要拿什么啊？法力烈焰不错哎，我们可以先拿法力烈焰好了。啊 ，Anna Cherry，
天平，这个天平挡住了去路，看样子你只能选择一个，拿左边的卷轴获得行动力，拿右边的口袋获得装备槽，我寻都要失去所有金币，获得行动力跟技能槽。我就不拿装备槽好了，你手里拿着右边的口袋，天平左边下降到陷阱中。你们好，小客人们。诡异的猫精英，猫在对我们微笑，大脸上的笑容僵硬而又诡异。你们不是客人，不懂礼仪的家伙。你好，虽然说不懂你的所谓礼仪是什么礼仪，但你刀好痛哦，不要这样。智慧，火树烈焰，悲伤。秀秀，法力提醒。我会向伯爵大人汇报此事。这是什么？选择一种奖励，宝石，使当前法力翻倍。镜像或者左边手牌的复制，法术不等。这次战斗你消耗的法力转回护甲。我觉得我们可以拿回法术护盾。翻开第一页。发现新世界，诅咒魔点，它突然飞上半空，刷刷地翻页，仿佛在咏唱邪恶的咒语。小孩子要懂得爱惜书籍，明白吗？我不明白，我先给你读写好了。烈烈焰，我什么都做不了。他打我好痛哦。法力提取 ，OK。之后打通了刚刚的强力武器，再长大的女巫也可以选哦。Cherry 找哦，那什么法力用不到，法师用不到的行动力也是。我看看，我们拿什么？拿一个火球好了。小房间，你发现一个破败的小房间，或许可以搜寻一下这里。你搜寻到一个饰品盒子，拿起饰品获得普通祝福。当使用法力牌时获得两点法力，战斗开始时额外抽到一张牌，每次战斗时将你抽到的前两张咒术牌的法力消耗变为零。我觉得我拿中间这个会比较好一点。当你摄取其中一个饰品时，其他的奇迹般低效式是时候离开了。是那个理发师亲口说的。缝合怪，这个人真的还扶着了。吴王长着驴耳朵，他是个恶魔。他的左手好壮哦。请不要扯断我的线，我会散架的。自己什么？抽牌直到达到存牌的上限，我觉得我们可以拿这一个。伯爵大人。是唯一科学狂人，他的身躯偏部损伤。你对科学先到啊，你好哦。这里我们就先拿个，先丢这一张，然后再贯穿他，雷云下去。这什么东西？好，我准备要被他打了，好痛哦。这一张法力寒流吗？我就先放这一个再丢寒流，然后再法力提取。谢谢。当你使用法力时，或每获得两点法力，造成一点伤害。我觉得我们拿智慧吧，智慧吧，我就拿智慧好了。迷路了吗，小姑娘？哦，好快哦！英勇诗人迷路吗，小姑娘？你要一名英勇诗人，他几乎很乐意跟你分享他的故事。接受奖励变化牌两次，听取故事获得祝福，请求同行获得英勇诗人。我可以请假恭喜耶。抽三张，随机牌中获得一张，并效果翻倍。让我来给你指路吧。哦，可以带他走耶。我会报答你们。被封印的宝箱，这个宝箱几乎封印是什么？你们是敌人还是朋友？哦，你好帅哦。
完了，还一大堆的装备，我感觉有点害怕。OK。好，智慧徽章，法力隐藏，然后这个火速法力提取。孩子们，这里每造成一点物理伤害时，获得一点火属性伤害。还好，我宁愿拿冰盾，我觉得冰盾还蛮不错，或是火苗哎、欸，火苗其实也不错哎、欸，冰盾还是火苗。火苗吧。这座古堡，飞龙幼子，幼龙正在啃食自己的蛋壳，咔嚓咔嚓，啊呜，啊呜，快快投降，啊呜，啊呜，手头一张牌。火球火速波动，啊呜！这一张贯穿火力速波，然后再丢双脚，啊！他打我也好痛，啊呜！英勇士啊，不够这把，不加嘎不加的。完了，我完全不够！别打死我啊！啊呜！我还会回来的！啊呜！啊呜！我拿火把吧。小房间，你发现一个破旧小房间，然后我们要搜索一下。恶作剧跟60金币，我们转身离开好了。嘿嘿，新的试验品。疯狂药剂师，药剂绝对不是三无产品。嗯，我觉得我们拿装备超好的。那请你身上包裹也毫无负重感。别急着走，我还有其他药剂呢。你要帮我删一张牌吗？我看一下哦。我有牌需要删吗？我目前没牌需要删。趁着奇怪的人给你灌更多的药剂前，你赶快离开了此地。那只猫一定在监视我。古堡窃贼精，他的一举一动都这个讲赌啊，什么手什么脚啊，闲得鬼鬼祟祟。你想黑吃黑吗，小鬼？好，完了，我什么东西都没办法。对，我可以按这一个。好，OK， 我要蹲一下子，因为这个只有一张，我没办法抽多一张牌。英勇诗人，好，你给我这一个吧，谢谢。还要死，还要死了。给我更多一回合，我两张法力提取，什么东西？好，再见。好吧，好吧，你赢了，我投降。选择一种奖励，这么清扫时刻移除触发本次战斗你使用过的临时咒语牌的效果。嗯，蹑手蹑脚。通常疯狂药剂师用来删一张剩下升级，后面难度会怕伤害不够。哦，了解。饥饿宝典，回合结束时触发你携带的消耗最高的咒语牌的效果。我觉得这个还蛮不错的。从牌组无消耗的使用四张咒术牌。无消耗使用四张，其实我也没有什么很好的、欸。我们去打饥饿魔点好了。这么堡垒被抓，
古磊被抓，古磊三姐四散奔逃，你和小木匠几乎跑遍了整座城堡，才将他们逼到走廊上的一个死胡同。正当你摩拳擦掌打算教训他们一下的时候，突然间感觉脚下一孔中计了，古堡逃脱，你们被困得急急实实，关进古堡下的地牢。即便是你在这个情况下也没有什么好办法。正当你一筹莫展的时候，小木匠从鞋子里掏出一把银刻刀，毫不费力的割掉绳子，撬开了锁。你造成不低于十点伤害时，将那伤害增加一倍，每次战斗触发一次。我就丢恶作剧好了。小型战争，棋子在自己战斗，他们是被赐予了魔力的棋子，还是被黑魔法控制的人？这什么？结束战斗，生命上限减四，获得装备槽，解除诅咒，失去智慧一，或选取强力牌。我是觉得拿装备会比较好欸，你们怎么觉得？我拿装备吧。你将两个棋子分别移到两张桌子，接受了这场战争，所有棋子高举双手向你献上忠诚。国王陛下长着驴耳朵，镣铐也忍，他蹲在角落不时发出咔嚓咔嚓的声音。为什么全部都在咔嚓咔嚓？米达斯陛下派来的吧。咔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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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！打我好痛！救命！咔嚓咔嚓咔嚓！不要杀我！已经不要杀我！我看一下哦，火力速搏造成，等一下，我看一下哦，消耗最高嘛，对不对？我们虽然消耗最高是气嘛，对不对？我觉得火焰速搏可以拿。这座地牢还有其他恶魔大徒，第一次见到胖的恶魔。不要这样，我并没有敌意。你看他的说明也太歧视人家了吧。龙卷风，火墙啊！我的魔力不够用了，完了，挖下去了，各位再见。火苗，火墙丢一下好了。我要被他打死了，各位观众，救我！勇士人，这一个吧，谢谢。我需要回点生命值。好，再见。我不愿作恶。OK。这违背了米达斯陛下的命令，选择一种奖励，我以前会被关押在这里。法师警戒，不要吧，算了，跳过吧。你发现一个破败的小房间，又是来寻找出事。奇怪，音乐盒可以删除。哦，我终于可以删除牌了，是不是？我觉得我需要删除掉普通攻击好了。到处都是垃圾。管家，一个酒气冲天大叔挡在面前。我看到你们了，小偷。你好烦哦。哇，我牌已经用完了。行，他这样子打有点麻烦。
我只能等他给我醒酒，是不是？哦不，这个好烦哦！好，一查一下，没事。有一天，哇！我会东山。哇！我会被他弄死哎、欸！刚才，我觉得我们可以拿环级。是谁惊醒了我？完了，他不愿意放我们离开。石像鬼点玉家，回你的老玉长。我在说什么？为什么会说玉家？黄金拿一下，一张啊！我没看到那一张，算了，随便了，没差。哦不，他好麻烦哦！我看到这个东西我就觉得好麻烦。先给你这个吧，没差。OK。给你这张吧。先拿你好了。完了，我目前没什么牌可以丢。我发现我法力会不够哎、欸，我就很尴尬哎、欸。好。这里我先丢掉这一张。先给他执念吧。哇，我打他真的有点困难。普通攻击。很好，我手上面的东西可以丢了。我们要给他吧。我现在只能丢毒哎、欸，哦，没关系，还要死了，没差，拜拜，再见。也是。当然，当然， okay. 想去哪儿就去哪儿，这是你们的。全身一种奖励，或者是二点法力。哦，好像错过了刹车的机会。感谢恭喜的 Super Chat 哟。星象咒语文书获得一个随机咒术牌，抽一张牌回音。回合结束时获得本回合使用每一种咒术牌的复制。我就没有用哎、欸，我就我拿法力值超好的，我现在很缺法力，我不知道为什么。许愿池，啊啊，欢迎回来。外婆讲过森林中许愿池的故事，传说中它可以满足你任何愿望，只要付出一些代价。万能的许愿池啊，请赐予我找到小木匠的力量。投入普通饰品，失去路之情，私有饰品。我竟然看到，哦哦哦！我觉得我们投入稀有饰品好了。我们拿到凤凰羽毛，下一次死亡时重生，恢复所有的生命值。然后冰渊巨火回又开始是你造成的火属性伤害加二。敌方获得6点寒冷哦，可以啦！你将自己珍惜的饰品投入池中，忠诚的许愿。睁开眼睛后，池水中浮现出两件强大的魔法物品。那个小姑娘，鼠王，海盗鼠王驾驶这皮鞋船，统治这下水道。哇，他好强哦！我看看哦。好，行。哇，他附加好多。OK， 冰霜，这一张，台风用一下好了。冷却上回合，摇些窗咒语书。OK， 我已经有魔力了。他附加好多。
现在我们两个情况是什么？我打不进他，他打不进我。啊！我应该用法力提取，我忘记了。吴小姐，快速施法，本次战斗法力消耗减一。行，先拿。找到伯爵蓄谋叛乱的线索，将他绳之以法。跳蚤潜入者，几个起落，他就跳到我们面前，像一个敏捷的跳蚤。想干扰我执行任务？你们还太嫩了。呀，他讲话也超快耶！等一下。啊。智慧，我们这边先用私人好了。嗯，痛苦打击吧。每剩余一点法力，会额外造成一点。我觉得我们先丢雷。我会这么轻易的落在你们手里吗？我跳！我这么轻易的落在你们手里吗？我跳！接受我吧。绝望的独眼巨人，你惊动一个独眼巨人，他转而挥着手中的玩偶娃娃，想要将其丢给你，发现鬼娃娃肌肤和你家有接受我吧，你将实现你的欲求，给我财宝，获得鬼娃娃，复制女巫烧的，强力牌逃离。鬼娃娃是什么啊？算了，一下我就懂了。我们会永远在一起的。哦，每回合给我一张 ，OK， 好吧，可以，没问题。魔术表演呀，机械。他那个鬼娃娃是会给你那个什么，每一张恶作剧，我觉得还行。要不要来看看魔术表演啊？买一张门票就可以了。你发现一个舞台，魔术师在向你伸手，你左顾右盼，发现没有其他观众。大变活人，减60或复制牌组一张牌，催眠术，然后还有就是移形换影，升级三张牌。我有几张牌可以升级？等我一下哦，我没有很多牌可以升级。对，我没有很多牌可以升级，那升级牌组好了。还要看吗？我还有别的表演项目。我看看。我们有什么能力需要复制的吗？好像目前没有，对不对？复制我会想要复制，可是我们有什么东西想要复制？哎，老实说，复制着魔。算了，复制快速施法好了。那我看看，我想想。我就复制快速施法吧。我是有很感谢的。三角小魔力来不及删了。异国刺客精英，他说的话我听不懂，是外国人吗？难得懂。可能我那个灭不了的多。哎，这个是会讲日语的小刺猬，哎，好酷哦！哦，这回合法力消耗减4 ，Let's go boy！ 啊，他打我很痛，救！ガキまでここまで怖いとはな。我觉得好酷哦，会讲日语的。啊，
我们拿桶桶。发现出口，或许我们可以用这个木桶离开古堡。哦。好，所以我们离开古堡了没？小木匠。哦，我们要继续找小木匠了，是不是？小木匠失踪了，是不是？驯鹿勇士，这什么壮汉的驯鹿晃了晃脑袋，脖子上的铃铛叮叮作响，叮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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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叮。好，对不起，我被观众骂。凝固先丢，火枪先丢，伤心先丢。嗷嗷！不要打我啦！智慧、法力、慧技，这一张，这一张，继续冰冻。火苗，火之树果，抽卡，快速施法，这一张，再见。我们联手干掉那家黑店如何？火灾造成二十点，哎，我觉得可以拿火灾耶。好，来来来，小姑娘，杂技酒桶，哇哦，那是什么？会演杂技的酒桶？为什么？为什么会被你看穿呢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你会被我看穿啊，我只觉得你好神奇哦。这边先拿法力吧，我很缺法力，对不起。寒流，暴风雪，你不要打我、哦！他打我好痛，为什么一个两个打我那么痛啊？我喵喵，法力贯穿，法力。欸，所以我的东西呢？我是被他们胁迫的。好，我是被他们胁迫的，一出抽一张牌，下次卡牌造成伤害时恢复同等的法力。不要啦，我要那么多法力干嘛？其实不错哎，拿一下，拿一下先吧。奇怪的哦，这个蛋。为什么会出现在路中间？拿一个祝福吧。没合合死，敌方获得两点中毒。每当你使用原本法力消耗不低于五的咒语牌，造成三点火属性伤害。第一回合，当你使用原本法力消耗小于五的咒语牌时，获得一个临时复制。不要，火之长控嘛。买不起酒了。酒鬼，精英，一个站也站都站不稳的男孩，带着一身刺鼻的酒气。你知道吗？乌龟酒馆，嘿嘿嘿，是个黑店。他好烦哦！我现在什么东西都丢不出来。没事啊，你就打我啊。看你受的比较多伤害，还是我受的比较多伤害而已啊！再见。拦着我，我没罪。抽一张法力牌，随机获得你携带一张法力消耗不低于五的卡牌复制，可以不要复制我牌吗？我们拿能量饮料好了。我曾帮他们盗取过四个孩子，这是我的罪。你为什么盗取人家的孩子？这是怎么读啊？什么鸟啊？美丽的白鸽，说话昂扬顿挫，像是唱歌一样。你们是来惩罚我昔日之罪的吗？没有，没有来惩罚你，我是来找你喝个茶，聊个天。说我穿刺伤害翻倍，可是我们穿刺伤害，好吧，算你赢了，我输了，对不起。
的，把力扫抖，火球，好污。他快把他自己打死了，还有注意到吗？好，对不起，还要把我打死。有应得，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。昨天又有两只猴。投石猴，嚣张的猴，嚣张猴子，怀抱石块，大呼小叫，啦啦啦啦啦啦！老虎贼，看着！着魔。饮料 ，OK， 火之树魔形下去，火墙，毒爆。但是我觉得那个毒爆没有什么作用，我不敢先接，没关系，没差。嗷、哦！嗷、哦！嗷、哦！揭穿这一个反击，先丢一丢。这一张，这个。有本事别走！我会收拾你们的，等着瞧吧。好哦，我等着瞧，你加油，你加油。我觉得我们要拿火苗哎，火苗苗苗苗。这什么蘑菇部落？你走进一个村庄，让人惊奇的是，这个部落里居然有很多会动的蘑菇，他们热情地邀请你参加我们的部落晚会，吃吃喝喝，获得稀有的祝福。你要咒语牌消耗永久减一，每次战斗中使用第一张咒语牌翻倍，每回合能无敌对方一张牌，持续三回合。我觉得雕像其实不错哎，我们拿雕像好了。这位小姑娘，要不要参与限时特惠的抽奖？没有钱啊，同学。不知道你是否抽到了想要的东西，那么。祝你好运！我没得好运，我抽不到。陛下的左膀右臂，吸血鬼领主，我想要寻找失踪的小木匠，却被一个吸血鬼挡住了去路。他几乎对我在古堡的所作所为非常生气。哦，自己送上门来的美味佳肴。地方使用牌时吸取一两一点生命以及生命上限。哦，我看到我很讨厌的东西，但明明有办法。来吧，你可以不要再吸我生命了吗？我宁愿你打我，谢谢。我喵喵喵喵喵喵喵。我专辑的打他好轻松哦，为什么？再见！叫你打我，叫你打我！被击败的吸血鬼领主并没有逃走，反而对我体内的力量深感兴趣，主动向我发出了邀请。关于消失的小魔匠，我确实知道一些线索。最近我的古堡里也一直有人失踪。从作案手法来看，这很明显都是黑天鹅所为。我的黑魔法之所以不足与他抗衡，是因为他的体内流畅着特殊的血液，而你几乎也具备这种特性。如果我们联手战胜他，也不是不可能的。哦，我回想起古堡探险的经历，并不愿意相信这眼前这个狡诈的吸血鬼。拒绝他后，我一个人踏上了寻找小木匠的旅程。哦，所以我们找到小木匠。哦，所以我们已经解锁了那个怪物能力。哦，哎，还蛮轻松的，我这样打赢了什么东西。所以啊，这个是讲关于要找小木匠的故事，是不是？